今天搭公车来到这个施展桃山的山口，今天要来爬狮熊种种。然后搭这个公车呢，是在新店捷运站6:40。这个椅子还蛮大的，现在有助梯。这边是本班座位。对不起。熊空，所以走左边这条，还要等10分钟。这边路径蛮清楚的，不过就是有点湿。这边有一个蛮大的电塔。
三角点，风景很不错，也有很多这个杉树，嫩杉树。三五公里，哇，熊空山，我们现在在先休息一下。高一点。山头洞，这个是真的非常奇特。秘境，
现在还有一颗山头，你要再取就回去寻空吃战了。现在终于接到马路了，就往回走吧。好的，已经回到熊空车站了。今天从新店就到熊空大概花了8个半小时时间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现在5点多了，我们还在等公车，天都黑了，商店也关门了，太阳公车终于来了，要回家了。